第一句话问我们，你谁跟谁跟我？我们要什么大陆的外汇？香港是中国的香港，国爱华侨华人对港独、欧联反华势力破坏香港法治的基石，损害香港繁荣稳定的环境，挑战一国两制原则的底线，危害中国国家主权的行径，基于最强烈的谴责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